英语一分钟一做做了三年，我本来想休息的，但是根据调查，一般人认为这个节目应该继续，所以我就再接再厉。如果问这个节目有什么好的效果，单凭这个字定夺呢，成绩不算太好了。这个字只有两个读法，第一 encore， 第二 encore， 两种读法前后的响音呢都是一样的，分别在于 encore 将重音摆在前边， encore 将重音摆在后边。典型的香港讀法 encore 是絕對絕對錯誤的，等我重複 encore 第一個音節是 on 的，等於 song song 的，沒有 s， 第二個音節是 core 等於 core， 中文版本就是 on 歌。我很希望香港的歌星、電台播音員和電視節目主持人同心協力糾正一般人的錯誤，等到人人都懂 encore， 我才會認為One Minute English 有 encore 的價值。這個字一般英國人用 W 發音，就這樣讀 while， 美國人多數讀 while。 While 的名詞意思是時間， A while 兩個字就等於 a short time， 看例句了， We'll be back in a little while， in a little while 就等於 soon， Please wait for a while， for a while 等於 for a short time。 語法上In a little while 和 for a while 都是副詞，這個字是單詞來的，讀 a while， 同兩個字 a while 讀法是十足的，因此有很多人就搞錯了。 a while 是副詞，這樣用法 please wait a while， 你看得很清楚了， for a while 三個字就等於 a while 一個字，因此寫出來千萬不要這樣寫。順便一提 worthwhile 這個形容詞，譬如說 acting is a worthwhile career，這個裏面後面有個名詞，前面就用單字，你也可以這樣說， Acting is worthwhile， 在個 is 動詞後面就用兩個字，這樣就為之正宗了。 Worth 做名詞意思是價值，譬如說一班賊劫了100萬元珠寶，英語可以這樣說， The robbers got away with $1 million worth of jewelry。查 Oxford 字典有發現 worth 是形容詞，可以這樣用， John's house is worth $10 million， John 的屋值1000萬。 Your suggestion is worth a try， worth a try 是習慣語，等於中文的值得一試。有些人似乎不知道 worth 是形容詞，當作它是動詞，因此就會講錯這樣的話了， John's house worth $10 million， 錯， ItDoes not worth mentioning， 都錯，應該改為 It is not worth mentioning， 等於中文的不值一提。有個習慣語不妨一學，譬如講一個 agreement， 一份合同是沒有用的，當然可以這樣說， The agreement is worthless， 但是也可以這樣說， The agreement is not worth the paper it was written on， 直譯就是浪費，意思當然是沒有用。Quite 是一個很麻煩的副詞，有兩個意思，一是十分，二是可說。這個例句什麼意思啊？ The picture was quite nice， 幅圖畫或者電影十分好，抑或是幾好呢？據了解，一般英國人當 quite nice 做幾好，但是一般美國人呢當 quite nice 做十分好，本來已經夠麻煩的了，加上英美的分別更加麻煩。根據英國人的原則， quite 後面的形容詞如果是可以比較的，即如Big, small 和 good 的意思就是可選，如果 quite 後面的形容詞是不能夠比較的，即如 true 和 perfect 的意思就是十分，但這個原則不是絕對可靠的，總之學生最好避免亂用 quite 這個字。如果表示幾好麻麻地的，不如這樣說 fairly good， 用今天的例句就變成 The picture was fairly nice。 如果表示十分好的，一於用Very nice， 用翻今日嘅例句 ，The picture was very nice， 或者咁都得 ，The picture was really nice。喺香港學英語，同時受到英國同美國影響，因此經常出現啲小混亂。記得細個嗰陣時，因病告假翻學咧，揸住爸爸寫嘅一封信，其中主要嘅句咧，即係 He was sick。點知因此俾先生教訓一輪，問我咩嘢叫做 sick。查了一輪字典才知道他鬧什麼，原來英國人有這樣的習慣，你說 sick people
sick man， 將個 sick 擺個名字前邊咧，咁就係病。但係如果你話 I'm sick， he's sick， 個 sick 咧就唔係病，即係話作悶想嘔。如果真係要講病咧，就一定話 I'm ill， he's ill。美國人咧就冇咁謙謙，一於接受曬 sick 代得呢個 ill 呢個字。sick 本來嘅意思咧就係唔舒服啊。如果一個人咧好討厭，你話 I'm sick of him 呢句得。你可以用習慣語 I'm sick and tired of him。I'm sick and tired of him。留意 sick and tired 嘅講法 ，and 咧冇咗個 d 字，得翻個鼻音 sick and tired。千祈唔好無緣無故強調個 and 呢個字。